但我们现在很难想象，在 even 是台北市哈，都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能源贫穷的这些家庭。那这些家庭其实对他们来讲，每一个月的支出当中，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成本是花费在这个能源上面的。那如果能够让他们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些设施设备，例如说这个照明啊，或者是空调，能够有一些些的这个进步跟更换，那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这个生活上的一个帮助。我们一群年轻的这个同仁们，大家就开始来构思，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可以结合在一起，让刚刚提到的台新银行以及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客户，还有跟刚刚讲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庭，三者之间能够成为一个平台。希望透过台新的这个信用卡的客户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设计上就是每1000个我们的这个信用卡的持卡客户，如果他愿意转换成我们刚刚提到的电子或者是行动上的账单，那我们就可以来帮助到刚刚讲的一个能源贫穷的一个家庭。目前大概台新是全市场在信用卡的账单上面来讲，唯一有突破到30%的这个电子。好，那电子当然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行动的这个账单，好，结合这两个加在一起。2018年，我们透过希望跟东明这样的一个这个 B 型企业的合作，借由台新的这一次的一个转换上面来讲，让他们的相关的这个生活上面能够获得一些这个品质上的一些改善。那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。从过去的传统灯具换成 LED， 其他的节能的那个成效是非常好的，所以 maybe 它就可以省10%左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每个月的一个开支的成本。因为您的转换，所以又帮台湾的一个家庭点亮了一盏节能的一个灯具。